那一看到这个台中和平的少来山的步道、武山，又发现沿路真侪白铁树啊、顶悬的印爪树啊，那亲像予人来切断去。两天前一个查甫人无顺利救到树啊，准啊跌落山坎，自身骨折。啊，林管处半点发现讲，其实已经40多个树啊，予人切断，嘛请警方赶紧调查。手腕骨断，包扎固定，倒立目睭也去予西部包掉的。41岁电信男子29号中昼，伫咧台中市和平区的少来山步道爬山，但是沿路的锁啊，疑似去有人故意切断。地男伫咧一个80度的山壁，捡到断锁啊，因此摔落去30公尺深的山谷。有山友伫咧面测登山社团发文还原现场，而且呼吁大家注意自身的安全。消防队迄一天下晡是得到消息，前往救援，初步协助处理空缺了后，马上护送落山，后送当时农民便宜治疗。到达现场之后啊，发现啊伤者还有多处擦挫伤，然后左眼有撕裂伤，然后左手腕骨折，那立即给伤口包扎固定，之后啊利用绳索。搀扶的方式，顺利将伤者带到登山口。当时林管处表示，远水烧来小雪山国家步道沿路拢设有引导的锁啊，而且固定伫咧两边的树仔顶，伫咧较狭的所在会使提供予民众爬起使用。经过全面清查，沿路有40多位的引导锁啊，去用超工切断，占全线的70%，已经会同森林警察队到现场来搜证。那沿线呢，总共有40多处的引导绳被蓄意的切断。那本案呢，已请警方进行收证。那后续呢，将依刑法第138条来进行侦办。当时林管处呼吁，登山客最近来爬沿山的步道，请唔通利用引导锁来辅助爬起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警方是强调，目前也未收到伤者报案，后续以刑法妨害公务罪嫌侦办。记者台中报道。